完成购买 Split 许可证之后的下一步是购买 Split 合约。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向大家展示如何用 Ultima 硬币购买 Split 合约。 Ultima 团队经常举行各种促销活动，在促销期间，操作板上会出现一个有促销产品的标签。您也可以在我们的 Telegram 频道中了解更多关于促销活动的细节。请注意，购买促销套餐的过程与本视频中所展示的过程大致一致。请登录 DeFiYou 网站，请选择您想要加入的资金池 VIP 资金池或 Unity 资金池。将页面向下滑动，您会看到可供购买的产品列表。要购买 Split 合约，请点击 Split Contracts 按钮，选择一个合适的合约，并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选择支付方式的窗口将打开，请选择 Ultima， 选中付选框以确认您接受使用条款，并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在之后打开的窗口中将显示需要支付的 Ultima 金额以及需要转账的地址。该地址还以二维码的形式提供，以便用户使用手机软件进行付款。请将所需金额发送到指定地址进行付款。请注意，发送的金额一定要与屏幕上显示的金额一致，然后等待付款成功的通知。成功了，您已经成功购买了 Split 合约。付款后，您会发现您操作板中的 Split License Usage 小部件上的数值已经更改，已购买的合约也将在 My Contracts 部分中显示。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的支持团队，我们将为您提供您需要的帮助。祝您一切顺利。